政治话题也要来关心，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利用周末假期到高屏地区去拜会请益，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也帮忙安排今天会见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挺郭台铭的屏东议长周典论。在今天一大早先来到了王金平的陆竹老家吃早餐，侯友宜坦言自己嫌少到南部要请在地的多帮忙，王金平也做出回应。快步上前握手打招呼，侯友宜满脸笑容到高雄陆竹拜访王金平，被解读是要拆弹朱立伦的牛鬼蛇神说。闲话家常避免尴尬，侯友宜被提名后积极到南部拜会，28号一大早王金平办桌请侯友宜吃早餐。看他需要我们提供参考，不太熟也可以说了支持我们党提名的候选人，当然我们要全力。我高雄这个地区其实我没有那么很熟啊，毕竟我没有常常下来啊，这一次的选举这个硬仗绝对不是那么好的啊打的，所以王院长特别也有很多的协助。两人都坦言跟对方不够熟，不过见面三分情，还是密谈了半个小时。王金平透露，侯友宜的两岸论述认同马英九，但是不是一直九二共识没多说。而身为郭台铭的关公兄弟，王金平提到郭侯心结，不着急。他一定会尽自己的力来让郭董一切更加的支持他。慢慢来了，不必急的，天下嘛，如果有必要的话，那现在。有没有必要我不知道。早餐会结束，侯友宜赶往屏东见挺郭的议长周典论，会后持续喊团结。议长可以说是屏东地方德高望重，议长跟我们都会团结在一起，同心齐力往前走。亲自杀到台湾委拜访，展现诚意，但会后受访只有牵线的智库执行长柯志恩陪同，要说不感情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记者邓明苏世伟高雄屏东仓报道。